嗨，大家好，今天我会跟你讲这怎样更新那个数据。就是说以前在 MYG Excel 那边是，我有讲这那些东西，比如说是它会自动化，由于它的那个那些东西，它就是它的那个那个 table structure 是就是在网上那边他们所选的 format 已经更改了，所以不能直接从那边拿取那些数据，除非我找到另外一些 IN。就是在 X 那边，它又加进去啊，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就避免要变成自己去操作，OK？然后我会跟你讲解是，这里会顺便跟你讲一些然后取了那些数据，有时候是还要改善一点东西的。所以在这边是一次性做完，所以这里会跟你讲是两样东西，给你看一下一个更新数据跟简单的 Excel 方程式，OK？那么我们首先呢，所要更新那数据哦。现在我们需要额外的工具，这个就是没有写任何方程式，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哦，OK。这样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 OK。首先我们要去谷歌一下什么叫做 data mining miner，OK，data miner 是不是？你看到这个 HTTPS，然后它这个 data dash miner dot IO，所以在这里是不是你只需要sign up 用 Chrome 就可以了，就是它是 actually 一个 extension，然后你 log in 进去，OK。现在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时间是很奇怪，然后就是有时出来，有时不会出来，3:44，这是下午了，OK。这个你 log in 了进去哦。你基本上什么都不用管它，OK，然后你就去这个 Busa website 那边，你去 security 那边按这个 prices，然后去这里的时候是，你按这个不要select top stock，就是然后这里 select min market，OK，select min market 你按 submit 下去之后，这里会有整千多个股，这个是讲买它的那个凭单，OK，这是公司凭单在算进类的，OK。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你已经有加进这个是用 Chrome 的情况下，你多这个箭头得大买呢，按进去的时候是，就等一下，然后你去选哦。你通常呢，如果是有这个的，end of day Busa all stock，按这个，它还出来的时候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道路，OK。所以这里拿完那些几个，因为这个是最重要 reference，还有这个 stock code，这个 stock name 是比较重要的。last，OK。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我们就按导入。导入的时候是我们要放这个哦，现在是由于是2016/08/29哦，然后现在时间是3:45，也就是以这样来看的话是3:30的数据来的这个。就是1530啊，放1530，因为它是有跟上这个。通常我不会跟你讲，一天你只需要在有必要的时候才拿来用啦。OK，所以这个我先拿出来 set 了先。OK，那么我接下来我就会关掉它，然后接下去的我要做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这个 Ace Market。Ace Market 同样的东西，我们也是重复做，这边172个。OK。因为我刚才检查了，那刚才那个是只是因为我们那边有三个东西，一个就是 Main Market，就是主板，然后一个创业板就 Ace Market，然后平板它也是分开的，所以这边哦，它只有我们为了要做那个Excel 那边的东西，就为了就需要拿3次，是蛮不方便一下，没有办法。OK，so 同样的我在这边我会放。加入一个 A 下去啦，OK，方便知道啦。关掉它，然后我就放这里 Structure Warrants，这个还是我们要做，然后这三个资料是最主要的，其他那两个ETF 跟 Bond 就没有这么主要，所以我可以不要拿，要拿也是可以的，OK。ETF 更加不重要，ETF。那 ETF 方面，在马来西亚这里是没有什么看头的，赚的钱很少。OK，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按道路，
刚才是 A 什么是你，我们就放的是 structure warrant， 所以它是 SW， 这里就包括那个 put warrant， 就是 H 字头跟 C 字头 call warrant 的，所以放 SW。OK， so 接下来我们就关掉它。OK，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哦 ，FBM 跟 LCI 这些，你看到 call warrant 跟 put warrant， OK， 这里全部有了。然后接下来哦，我们如果你要拿这个 bond 也是可以的，只是变成四个。OK， 这些你看一下，这些 LA 这些啊，这些就是 bond 债券哦。OK， 要拿下去也没有问题的。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这里也是一些是或许是有你要放进去，因为它的那个方程式和那个算计算那个平台是差不多一样的。在情况之下、哦、我们就放这个 OK， 接下来这个就是 bond， 就是通常蹲 stock 啊 ，OK， so 这样的情况之下、哦、接下来这些我就清掉它 ，OK， 然后这个我是可以拿掉它 ，OK， so 这些就是我们的数据，这个是过时的，所以我可以delete 掉它，这个是要用到这个，这些全部2019是吧 ？OK， 全部按这里，选择它，然后按Enter。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就是开一个新的这个 Excel 这边，首先开始要做的东西哦，先看这个创业板。这个 OK 不要 ，OK。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哦，这里有一个 S 的，这个 S 我不要。然后这个 reference 它也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哦 ，OK。Last time 我们是要看 last time 的嘛，但是 last time 还没有换的时候，它就是 reference， 所以这边我们要看参考这两个 ，OK， 这两个需要参考的，还有这个要参考，但是我们最后只是拿两个数据而已。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哦、OK， 我们需要做的东西很简单的，是你去看讲解用方程式 OK， 首先我们要看的时候是这个、哦、我要拿掉这个三这个 S、啊、有这个 S 的时候就是说、哦、我要先看它有没有这个 S 这个 bracket S、啊、就是说 right OK 按这个 B2 从几个那边是有放三个 character 嘛，对吗 ？OK， 为什么是三个呢？是因为我要看它有没有这个 S。OK， 留了这个之后是，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放 if 这个东西，就是 if 如果这个找到这个、哦、我们要放 logical test 下去，就是它有什么？哎，这个我们是放它是 text 来的 ，text 的话，所以我们需要放。那个 double quote， 所以这里我们就放，如果还遇到这个情况之下哦，我们要怎样做 ？OK， 这里的情况哦，就是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东西就是拿左边的一，也就是 left 这一个，然后拿多少个数据哦 ？OK， 事实上这边是。要减掉四啊？为什么要减掉四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要含的那空格，所以这里总共有，我只是要拿到这三 A space bracket 然后 S bracket 咯，这里就是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个 character，OK， 六个 character， 对，我待会来给你看是为什么是六个 character， 六个 character 里面我只是要拿前面两个 character 而已，所以在这边哦 line 那边是我要拿多少个就是哦 ，OK， 一定要放这个，然后里面要减四 ，OK， 然后关掉它。如果没有遇到这个的话，那么我就直接拿这个。那么在这里我就拿到三 A 了 ，OK。再讲解回那个东西就是，也就是说、哦、我放 line 的时候是，这个是它有。多少个 character 在里面，这里是有六个，你看一下这里 3A 吗， 3A 这里、啊、有一个空格的， 3A 是一二，空格也是算一，然后这里是括弧是四五六，所以总共有六个，
OK，但是我在这里只要拿两个，前面两个，所以它方程就是这一个减掉四个就对了。OK，那么接下来很简单的，什么都不需要做，只是选择这个，你看到这里一个开一个格子的，这里是 double click 下去，那么它全部就显示给你看到了。OK，so 这个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我只是需要这里放的就是。Stop name, OK，这个就是我要抄过去另外一个 Excel sheet 那边的，然后接下来哦，这里哦 reference 哦，这里要换另外一个颜色，方便讨论一下了，不然的话你看到也是蒙查查了，OK，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哦，这两个会作为参考，如果这个 last none 是没有情况之下就是这样哦，这个是 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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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 OK，我们可以放3组情况了，OK。没有避免它了，OK，这个就是用 if，OK，接下来我们就用 or，这个 or 的 logic 呢就是讲啊，OK，在这个一的下方那边是这里一啊，如果是等于空白或者这个一等于零的话是再或者这个一哦等于。减就是没有东西，这三个可能下，如果是遇到这三个的话，那么我就拿这个；如果不是的话，我就拿回这个 last time E3。那么这样的情况，我就 end 掉它，OK。然后同样的东西，我就是重复再按那 double click 一下。在这里的情况，我需要更改一些东西，也就是 format 上那边是，我一定要放三个三位数，然后按这个，然后 select 这个，OK。所以这里情况哦，OK，那么我已经做好了这个，所以接下来我很简单的就是哦，去找这个 Excel 文件那边，哦，不好意思，不能用这个，要用 paste special，我只是选 value 而已，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就为什么会这么大哦？有时要 check 一下。原来是有这个问题 ，KLCC property 那个搞事，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需要加入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哦，OK，我再去看一下哦，这个它的去检查一下。KLCC property 是真的是这样显示，这个也是要检查。有时候我们抄这些东西的时候，所以有时要先看一下，这样的情况哦，就比较简单的 KLCC property，OK，只是这个一，我为什么会出两个呢？这个就值得看一下哦，OK，这个没有办法，之下次我们就唯有自己手动这样来更改它了，然后放回去，OK，只一个一，所以接下来的就是，哦，不是这个，不好意思，接下来的就是 N，然后又是同样的 copy paste 一。这个没有办法，之下我们就没有这样做，OK。然后 space special value，先不要放这些东西先啦。为什么？等下我们才放下去，因为我们要从头排过，OK。这里是主板的，我们已经是做好了。那么同样的方程式哦，我们直接可以这里也是拿掉，然后再交回进去。然后，不好意思，是会，哦，对对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可以直接抄这些方程式过去了，这些方程式我直接这样抄一，OK，然后就是直接这样抄过去，再按上去，OK，这次比较正常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抄这个方程式过去。OK，
So, 现在我是已经抄了这个方程式了，那么接下来同样的，我只是重复的把这里 paste 过去。哎，不好意思，又不是 paste，这个是这样，paste special 一定要用 paste special，不然还会没有那个东西。我只是拿它那个数字而已。那接下来这个 A 那边，我就再回去这边，这个选择就是我按那 N shift N，按下键的话就要按选，帮我们选完那个东西啦，OK。So，再按回这边，这里当然也不要放错，就是paste special。这边的情况还是由于是 paste value 所以它没有帮我更改。这边的情况我要改一下，OK。那么它就变得比较美一点了。接下来，OK，已经1200多个，那么这个 ace 的也这个可以关掉。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先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 delete 掉它而已啦，OK。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随便抄一个不用紧的，它会很它那个 Excel 还会很聪明的，你看它直接 paste 过去它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没有问题。好，然后就接下来的就是这个随便抄一个这个方程式过去。所以这个方程式做一次就可以了。那么这里 OK，又是用 paste special，按 value A，这个变成比较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自己这样手动的，也是万不得已，也可以暂时讲是解决掉那个它自动化那边的数据啊，这个是就是哪一次就可以了，OK，所以你有1600多个，然后 run stock 那边这里再加进去，这个也可以关掉哈，然后 structure one 同样的，我只是 copy 这个抄这个方程式过去。是蛮简单的，一直就是 copy paste 而已哦，呵呵。然后接下来就是抄这个另外一个方程式。那么接下来就是同样的选择完它，然后这里不能随便 paste，我只要它的 value 而已。到这一边的话。我就在pay special value，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已经是有1715个数据。这样的情况我会按着你，然后去 data 那边，你看到这个 sorting 哦，OK，so 这个 expand the selections，所以它就会帮你排到美美了哦。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已经是排得很好了，所以接下来我只需要。为什么刚才不放的是啊？因为它那个也会跟着排，所以我不要放。这里是 stop name，这里就是price。OK，就这个，如果你没有在如果你放，你先操作好那些数据再放过来，这里也不用紧。OK，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里是1716了，所以最简单的情况是我是会放5000。OK。再用这样的情况，我接下来哦，以前的数据这些全部改掉，这个原本是很好的，只是我改掉是不需要用这个了。这个concatenating 这个不需要显示前面的那个字了，这里直接拿。诶，我放的是这个井哦，所以是放这样。然后这是 A2，这里只是 B1，fixed，然后加多一个零下去。然后我只是要拿第二个。好，接下来这个我会拿这个方程式全部都放进去那个哪里。TA 没有，有 TA 这个股的嘛？看一下先啊。
只要检查看一下试试。有 TA 这个股，但是还没有出来。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哦，这个哦。所以你先看用 V lookup 先啦，test 下看 lookup value 是这个，table array 是这一个。Shift N 下去，然后 column index 2，lookup index 零，这个是 exact match，是有的 然后这里是出什么问题嘞？可能哦是没有错啊，concatenating 这个 indirect。算了，直接拿掉这个。先放回这个先啊。先查下这个方程式，看一下这个是，哦，知道什么原因了。这个还需要放这个啊，对，因为我们看哦，它这里哦，这个字哦，它是 special character 来的。就是特别的那些，如果是放其他，因为为了避免这些是以往的，让我来做研究，就是有一点感情还是放在那边了。像这样的情况是你是有了是 OK，接下来我就是直接 copy 这个方程式，你要用这个也是可以 OK，但是用这个你不需要 indirect 也是没问题。你这个哦，你不要放这个号码是给你放 A B C D 你喜欢 OK。如果你没有放 A B，你放 A B C D，你就不需要放到里面一个小格了。OK，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我这里就可以直接 paste 过去。OK，同样的哦，这边我也是可以 paste 过去，然后这边又是 paste 过去，所以这边全部改善了。接下来我就每一个都改善一下，不然的话也没有办法了那边。OK。所以在这边哦，要看清楚一些是不能随便放的啦。OK，这个放回去。OK，抄这个方程式，那么这里就放过去。哦，这个不能，这个已经过期了。4953，OK，这里我就可以直接连下去了。OK，这个也是可以直接连下去。搞不到这个你做好了，接下来就是一大堆，这只是重复了，只是因为同样的方程式哦，只是 copy paste 这么简单而已啦。OK。59 OK，没问题，直接 copy paste 过去就可以了。这个只是到30，然后这里答案就可以直接 copy 到过去。OK，top of 这里27不能32。
所以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得到，我是直接当场改掉哈，这个 HSI 是没有的，OK。17,895,123,54，也是 Control V 而已，所以这边开始66。OK，到这边，我直接给 copy paste 过去，179 paste 过去，这个不能，12345,678,940，17,894，OK，这里也是直接给 copy paste 过去，哇，连那已经知道了这么多了。所以哦，这边我又再要拉长，就是多三个，对，没有错，多三个。这你就比较方便，直接 copy paste 过去。哦，不好意思，因为这边没有抄到。同样的东西，直接是 copy paste 这么简单。哦，不好意思，这个要回去。还有两个是不能直接抄的，我有跳空那边。这个在那边是没问题的，这个。小心按到 Control C，那个 C 跟 V 蛮接近一下。OK，这里就直接给抄下去了啊。8,69,100,110,120,OK，这个又加了。加三个，还没有更新啊，这个。下去，再放。这两个不用放，什么不用放？它已经就是过期了的，还浪费时间给放下去。So 这边 CFCG，然后 VS，So 到八这边，这边就到这边，蛮多东西要更新一下这边。
escape intro 79.89.10 这个顺顺下去很好，然后亚航那边DG 这个也不需要，这个不需要，因为 expire 了，所以他们某个方程式我是拿掉了的。27289 OK， 所以这里就是重复着这样做，做了这一次之后，下次更新的数据的时候是就是这一个位，然后这个也是同样的做 OK， 这个一天做一次就好，或者是你需要的时候才做，然后其他不用改善，因为我是直接放到有5000个，应该没有到5000个，到超过5000个才打算的，因为这里最多才1716，它增长到5000个，应该是没有这样快，到时才增放的啊改善更多一点了。所以这里只是我需要这两个一 ，OK， 做好了这个东西之后，当然我就会给我的学生用了，这些就直接关掉它，反正都没有什么用处了 ，OK。所以这些东西就可以这些这个要留一份拷贝下来，为什么要留一份拷贝下来呢？是因为方便我以后可以在get for me, this format, no, Excel workbook。说在这边我就可以做这些东西 ，OK。说还开始说是 CSV 的，没有办法啦 ，OK。所以这些这个29号的我全部拿掉哈。这个26号的，这个要拿掉哈。我就放一个 sample formula 啦，方便我以后参考啊。OK， so 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多，也就是暂时性的不是自动程式啊。往后的东西我会找一个网站是有那些数据的，然后我就导入它的数据。全部丢在一个格式那边，然后在 Excel 那边先设定好一些系统一些东西的，然后只是按一个 button， 那时我会写方程式，所以那段时间的那个我就不会公开了，因为那个是会花蛮多时间的，就算我公开也不是每个人会除非是用来怎样啊，直接拿来用啊。像这个就比较简单，这个你看一下那边你都可以做，只是 copy paste 而已，只是你要导入那个 data miner 而已。OK，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